觉得他们两个肯定有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……对了，咖啡要几分糖啊？三分，谢谢。好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做保洁。哦，你会用这个东西吗？你做保洁连吸尘器都不会用啊？你会用吗？我当然会，我怎么可能不会？你也不会？我当然会。哇！就这样，你看，你把那儿吸一下。这里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好神奇哦！那里那里，那里那里，那，怎么会是我帮你啊？你弄得好，那里那里那里，你俩认识啊？挺巧，他刚好在我家当过清洁工，所以他还挺专业的。对，正巧啊。那我给老邱打个电话。好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想失恋一下。好。是不是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给忘了？他手里拿那个就是定情信物吗？那好像是我们 F 集团的第一袋香水。我们如果帮他们把夫妻矛盾调解好了，算不算就是帮了周董一个大忙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有些人会对一些事儿产生一些看法和一些态度，但这个呢，很大程度上呢，取决于当时的心情。如果你帮他们把夫妻矛盾给解开了，他们的夫妻关系变好了，那周董的心情就会变好，说不定就能帮你千里可言步了。好像还挺有道理的。可是那款香水是我们第一代香水，早就已经停产了，而且配方已经没有了。你忘记我的鼻子和脸了吗？我这就把它拿出来。